婚动吧。非常吵的，在里面可能稍微好一点点，然后它这个功率的话是54安最高，然后平均在53，我们如果是低功率一些的时候倒是没有那么吵，可以听得到的，这个声音我们也全部关掉了，声音是有的，现在是30多安，我们直接就开最大功率，就试一下最大功率，然后看一下一个小时能充多少电，现在是7%的电哦，4:59，外面算是比较吵吧。行李箱这个就是整个机。充电的，把这个机器给打开了，30安的电流，我们先过那边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它这个输出的话是0%的时候，它是静电，这就是行车充，给这辆车救援。我们要把这个插头给换上去，就3-5分钟吧，还剩8%的电。现在我们把那个电池的插头给拔开，把这个插头给换上去，换好线了，我们把这个车子的高压给上一下，OK， 看一下这个电流现在是多少，现在电流是4安，把那个空调给关掉，现在电流的话是2安、3安，
这个已经在充电了，48安、49安，然后8%的电。我们记住，现在是3:39，8%的电。108伏，10%的电了，充了3分钟，然后增加了2%的电。电流的话，现在是60。